知道你们要放魔法阿嬷，非常感慨，因为我的好朋友史杰勇老师，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音乐家。史老师已经不在了，我们跟他一起讨论动画的音乐的那些时光，好像还在眼前。电影它本来就是一个各种艺术的表现，当年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，大部分的电视电影都没有钱可以做自己原创的音乐，只能用一些罐头配乐的时代，史老师是多么用心，他真的已经想尽他的办法配置到其实是交响乐的规格，所以这次能够放魔法阿嬷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，我很感谢你们。我是王小弟，请你来看我的电影跟音乐，就在台湾电影50年50部草地音乐会，3月12、13，高雄市立美术馆。